那我们第二场的试听会马上开始。我惊艳到，真的非常优秀，非常成熟的乐队，非常的激励人心。我觉得很棒。那为什么你不加分？我忘记了，我真的是要拍的，但是好，这个算了，我决定算了。你说的算，我们的合作曲就叫我说了算。我倒是有一个冷笑话，是关于飞姐的。你知道飞姐最爱吃什么水果吗？橘子。错。鼓掌。演出终止。他们是第一个被终止演出的乐队。开口的时候我就立马跳戏了，真的是很反感。老板，打鼓声。Yeah!